为期一个半月的魏武营玩艺节即将展开，包括国内外76个团体、500多场艺文活动，其中还包括了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浪漫喜剧《仲夏夜之梦》。透过莎翁时期英式文言文的对白，经典诠释莎翁的幽默爱情喜剧。当年他的剧就是在露天户外演出，这次魏武营园区演出也将要结合户外的景观，打造出独有的剧场空间。Little Hermia, may I marry thee? Tomorrow truly will I meet with thee. Nor I cannot love you. And even for that, do I love thee the more? 纯正的英式文言文对白，华丽的舞台布景和服装，这是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经典浪漫喜剧《仲夏夜之梦》。Whose eyes I might approve this flower's force in stirring love. 2013年5月伦敦首演后造成轰动，创下连演64场的盛况。如今受邀来台献上最原汁原味的莎翁经典，维持演员不带麦克风保留原音，现场音乐演奏外还有纯正的英式文言文。It's the actual language that we use in Shakespeare I find the most.Challenging because it's a language that was spoken, well, a dialect that was spoken 400 years ago. So normally when one is working and doing plays, you speak in a modern vernacular dialect, and it's actually getting to grips with the words and the phrasing that Shakespeare wrote that I find the most challenging.经典莎剧在国家剧院首演后，接着前进高雄，在魏武营玩艺节的户外呈现另一种剧场氛围。筹备处这边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剧团这边做了一些沟通，他期待当我们把这样的节目邀请到魏武营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方式来去处理所谓的观众席跟舞台。同样来自国外的还有香港拉阔剧团改编自九把刀小说的作品《上课不要看小说》，以及韩国的梯子肢体实验室的女仆。国内则有盗火剧团的买四送一，故事工厂新作三个诸葛亮，还有陈嘉生工作室的陈嘉生个人演唱会等多场精彩演出。魏武营玩艺节国内外76个团体为期47天500多场的展演，呈现出多元精彩的艺术飨宴，也成为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2015年5月完工启用前的最佳暖身。